这样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标签出标强度的调整。假如我电眼这个电眼架往前移，这个时候我们开自动出一张标，这样出来强度，是不是？我再出一张标，它还是没开。假如我电眼往后移，我电眼往后移，这对象就出短。往后移短多少，标签就出短多少，然后移这么多。我们再切换出一张标，出标了。这个是我们通过调整电眼前后距离来控制这个调整这个出标的长度。